根据玄彬、孙艺珍还有陈乔恩与 Allen 的喜讯，郝邵文在一日愚人节这天也传出好消息了。日前有网友在社群上 PO 出郝邵文向女友下跪求婚的照片，写下瑞姐姐嫁给我小时候喜欢的男明星，世界就是这么奇妙，缘分把你们拉在一起，祝福你们。从曝光的照片中可见，求婚现场记录了他和女友相恋过程，浪漫的求婚场面是让外界相当祝福。稍早，郝邵文本人也在微博证实喜讯，他发文写下：“各位同学，我昨天求婚成功啦，以后也是有家的男人了，我们会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大家也是哦。另外，都不许欺负我老婆啊！”兴奋心情可以说是藏不住。对此，郝邵文的经纪人回应，自己也是今天才知道郝邵文求婚，本来还以为是开玩笑，没想到是真的。除了祝福他们，经纪人也透露女方是中国剧组化妆师，小两口是在剧组认识的，交往至今已经2年多。至于是不是奉子成婚，经纪人则是否认。最近喜讯一个接一个，大家都要用力幸福哦。